Kelly 丑小鸭 Go， 大家好。我今日要讲丑小鸭嘅故事。啊，从前有一只丑鸭仔，个样大声笑出个样，个样同其他鸭仔，同其他鸭仔唔同噶。其他鸭仔唔中意佢。话佢好丑啊，刘新伟。可是丑小鸭长大之后，变成咗只漂亮嘅天鹅。所以同其他人唔同，唔代表自己。多谢大家。非常好，唔该晒。